寒冷天气持续，天文台在星期六早上录得最低气温 8.1 度，是入冬以来最低纪录。我们就在清晨4点在大帽山实测，气温有 5.1 度。天文台预计星期六大致多云，早上有几阵微雨，气温徘徊在8度左右，高地气温明显较低，可能会结冰。天文台又预料，受冬季季候风影响，平安夜和圣诞节会持续寒冷，直到12月26号开始，天气先逐渐回暖，而12月30号和31号最高气温可达22度，市民出门口前记得着足够的保暖衣物。